现在正式开始。
在台湾市场上创下40%的市占率，连续18年的销售冠军。在国际市场上，足迹遍及全球5大洲100多个国家。在 Kiko 从一个小小的本土品牌，蜕变成为一个在全世界发光发热的全球品牌的过程中，一直引领我们走过每个时代变局，克服种种困难与挑战，更加成长茁壮的坚定信念，就是苹果的品牌理念，最得我心。随着运动趋势在全球快速的崛起，消费者对电动车的渴望日渐增加。苹果在今年东京车展前夕发表了革命性电动车解决方案 ，INX 车能网，让 Kiko 在二轮车电动化的过程中，站上了开启全新时代的制高点。一直在背后驱动我们以先进的技术、创新的思维突破现有框架的最重要推手，也正是 Kiko 的品牌理念，最得我心。最得我心，就是坚持为更多的感动全力以赴。苹果自创立以来，始终为了满足顾客的需求而努力，始终为了追求顾客的满意而付出。最得我心，代表了苹果企业从人性出发，为他人着想，全力以赴，满足顾客的精神。而每一位光阳人都是通过最得我心的3个执行准则来检验自己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是不是能够将苹果最得我心的精神传达到消费者的心中。最得我心的第一个执行准则就是独特出众。独特出众就是与众不同且令人惊艳。因此，当其他的电动车都为了电池的摆放而牺牲了座垫下的置物空间，我们透过创新的设计，让置物箱比以往都来得大。当其他的电动车都需要繁琐的程序才能取出电池，我们让电池的抽取不但简单舒适，而且是引人注目的酷炫。当其他的电动车在电池取出之后就无法继续骑车，我们让你在电池充电时还可以继续骑车去做你想做的事情。当其他的电动车仍然受制于不完善的公共充电设施，我们以共享插座、快速充电站、能源加满站充换电并行，让你不再担心续航。独特出众，让我们展现二轮车电动化的特有魅力，赋予 IMX 电动车独一无二的创新优势。这个我心的第二个执行准则就是以你为好。以你为好，就是让顾客感到自豪。我们要求自己必须超越顾客的预期，带给顾客惊喜，让顾客以拥有 Kiko 感到自豪。一直以来 Kiko 追求地球永续，致力于电动车的研发，时时刻刻都有新的进展，但是我们一直保持低调，没有大肆宣传，因为我们认为只有做到让消费者能够发自内心以 Kiko 感到自豪时，才是我们对外发布的时机。直到3年前启动的 Project Next 专案，确立了消费者导向、大众化导向、全球化导向的电动车二轮车发展架构，做到了长久以来我们所坚持的自我要求时，我们才终于发表了震撼全球的 INX 车能网。引以为豪，
激发我们打造出前所未有的全方位电动车解决方案，让消费者拥抱绿能，不再需要任何的妥协。这是我心的第三个执行准则，就是持续追求。持续追求就是要我们锲而不舍，自我突破，相信自己的潜力不止于此，放手追求更伟大的成就。20年前，天口推出了第一台电动机车，续航力30公里，充电时间6小时，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太多消费者的共鸣。这些年来，天口为了让电动车成为消费者心目中的首选，从电动机车到电动医疗代步车，再到电动辅助自行车，我们投入不同的领域，一点一滴累积技术与经验。我们从漫长的过程中，一步一脚印地提升自我的能力。在默默耕耘20年后，我们终于推出了一个能够扭转市场格局、开创全新绿能世纪的电动车解决方案。持续追求，让我们成为电动车产业的绿能先驱，再创天口在全球舞台上的品牌高峰。这个我心是所有光阳人的全体共识，也是光阳企业发展的最高指导原则。在接下来 IX 车网的发展蓝图里，我们也将落实最得我心的三个执行准则，展现 IX 车网的强大优势，以台湾为首发地区，引领全世界电动机车的全面性发展。首先，为了让消费者拥有最得我心的电动车在外充电体验，在 IX 电动车上市的首日，我们就会完成1500个 IX 快速充电站的建制，满足骑士们在日常生活中随处所需的充电需求。在明年底前，我们还会完成2000个 IX 能源加油站的建制，让消费者在长途旅行时可以很方便的租用共享电池，随时换电。在2年后，我们预计可以累积超过30000个共享插座的服务据点，让消费者对电动车续航力的担忧完全消失。快速充电站可以在1小时内将电池充饱电，每次只要10元。能源交换站可以租用可以换电的共享电池，每次只要40元，无需绑定月费，完全依照消费者实际使用需求计价。还有那次车的话，让你不再担心续航力。其次，为了让消费者拥有最得我心的在家充电体验， IX 电动车首创智能电池充电架，搭配5公斤的轻量化电池，让消费者可以很轻松的携带电池回家充电，每天早晨满电出门。而为了让社区大楼住户的在家充电更加简便，配合政府推动大楼公共停车场设置充换电设施的政策，天口将推出 IX Green Ready Community 电动车绿能社区专案。只要住家大楼愿意提供合适场地，不必支付任何设备以及安装的费用，天口将在大楼的公共停车场设置 IX 能源交换站，提供大楼住户 IX 电池的充电服务。
安称王，让你不再为充电刻意外出。为了让消费者拥有最德国新的电动车购买体验 ，Kiko 将以超越业界规格的售后保证，让消费者购买电动车安心有保障。Kiko 的每一台 IMS 电动车都提供核心电源5年、动力马达10年的保固服务。而 Kiko 全省超过1600家的原厂授权店，都是 IMS 电动车的专业售后服务据点。同时，为了让消费者不必付出高昂代价，就能够不受限的享受日常生活所需的骑乘旅程 ，IMS 电动车的随车自用电池，采用充电形式，永久保固。月租费299元，就能享有每个月1000公里的行驶里程。IMS 车的网，让人人都能拥抱绿能。最后，为了让消费者拥有最有心的电动车的使用体验，我们计划用3年的时间，针对不同的客群，推出10款。具有不同特色的电动车车种。今天我们推出轻型电动机车，接下来我们还会推出普通重型电动机车以及大型重型电动机车。IMS 车的话，在今年3月东京车展发表之后，我们收到来自全球各地非常热烈的回应。在短短的3个月内，我们已经与多家来自不同领域的业者进入实质的洽谈。预计在年底前，我们在全世界会有超过10个城市的 IMS 车网异业合作案。IMS 车网让全世界看到台湾的智慧软实力。我们相信。今天我们正处在个人交通工具发展史上最重要的转折点。基于 Kiko 品牌理念最得我心的精神，基于 Kiko 坚持企业社会责任的信念，我们誓言在这个历史性的时刻扮演最关键的角色。最得我心，就是坚持为更多的感动，全力以赴。我们将以最坚定的决心，推动本世纪以来最重要的社会使命。谢谢大家。有没有做到最得我心的衡量标准？
光阳最得我心的品牌理念，也透过这三个字，将苹果的企业文化与全体共识传达到每一个消费者的心中。苹果 IS 车联网，这是苹果品牌最得我心的最完美诠释。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苹果第一台 IS 车联网电动机车New Mini EV。社区型的住户专属 IONIX 能源交换站，更可让你进行快速充电以及日常的隔夜充电。相较于其他电动机车和同款式的燃油车，不论是前置物空间、坐垫下置物空间、操控性等 ，New Mini EV 具有更高的便利性与实用性。安全的限速倒车功能，完全为了在都会里的灵活移动而贴心设计。New Mini EV 搭载最新 3K 瓦变频马达。导入 Kimco by Actron 专利技术，智能又节能，且提供最充沛的实际动能。Noodle 导航版整合智慧仪表与全新 Noodle 导航功能，感受更全面的个人化智慧骑乘科技体验。让电动车呢
在今天这个 IONIX 车灯网台北国际发表会的现场，我们有准备另外一台全新全球首次曝光的电动汽车 NICE 110。
只是苹果所推出的是第一波海洋型车辆管理系统。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将会陆续推出更多电动车机型。我们给自己设定的目标是2019年苹果将成为台湾电动车市场的领导品牌。Thank you.
从前完全不需要等待或是便利我们的生活。电池方面来讲，二加三加核心电池套200公里续航100公里绝对不是问题。当然也是解决了很多人很多朋友对于所谓的电动车上面的很多疑虑，相信也是开创了业界完全不一样的新格局。只有 Impro 办得到，真的是最得我心。再次感谢我们的长官们，还有我们所有的团队，大家持续努力不懈的为我们这些消费者不断的在制造很多惊喜，跟制造很多不同独特的生活体验。再次感谢 Impro。那当然，大家可以注意一下我后方的大屏幕，屏幕改变一下，哎，出现了一个画面，这是什么样子的画面呢？这就是我们Pinko IONET 车能网的一个 City 为方向，我们把我们的车能网呢运用在我们生活当中。大家可以看到不同的情境，其实它都是会落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每一个场景每一个情境。所以待会真的要麻烦在座所有的贵宾朋友们，我们移动一下你们的脚步，好好的绕一圈，感受一下到底我们 Pinko 全新的 IONET 车能网给我们多便利的生活，多惬意多快乐。好的，那么我们今天的台北国际发表会在这边舞台区暂时的告一个段落，但是我们的活动会一直延续到5:30，也请大家可以到我们的体验区去感受一下我们的产品新魅力，届时都会有非常专业的进口公关人员来为大家介绍每一个产品。不过呢，在现在我们要再一次邀请我们最帅气的董事长柯董事长上台，来跟我们今天的两位主角来欢迎柯董事长。好的，那我们也请电子媒体同